纵然在这个世间做了过王了，世间人所说的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你能享受几年？大概历代帝王里头享受最长久的无过于康熙呀。康熙做了61年皇帝，乾隆不敢超过他的祖父，所以做60年，把王位让给他儿子了，自己做了4年太上皇也就走了。所以你想一想，能享几时啊？福报享完之后到哪里去了？出不了六道轮回。既然出不了六道轮回，那就可想而知他一代不如一代啊，我们讲一世吧，一世不如一世，这是事实啊，这就是你付出的代价了。修多少世的福报才能做一次帝王？一次享尽了，又要沦落多少世？那又何必呢？凡夫待业往生同居土，以亲闻佛训故，无退转故，寿命无量故，故必于此一生圆断诸惑，圆尽四土，故生同居，亦皆生上三土，故曰圆生四土。这一段文总结了前面我们学习的四种净土，这四种净土里面无比殊胜的就是同居土，不但是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法，这是第一殊胜。即使是在十方世界，无量诸佛所说的一切法门，极乐世界的同居，还是第一殊胜。我们要不把这桩事情认识清楚了，认识明白了，对于深信切愿的，总会有欠缺的这个感触。唯有通达明了之后，深信切愿就圆满了，圆满的信念就像偶业大师所说的，必定往生，往生到同居土究竟殊胜在哪里，这一小段呢跟我们说清楚了。这反复待业了，要知道我们是反复啊，我们不是圣人呐，不但大圣没份呢，小圣也没份啊，小小圣我们也做不到啊，所以从这个地方呢，我们深深感触到，也无比的惭愧。修佛怎么修了？第一要持戒，
啊，不持戒是没根呐。啊，所以在家学佛三个根，出家学佛四个根。第二要修行，要真修行，你才会有成就。啊，真修行，我们待业求往生，那就是要发愿，要念佛。啊，心愿行嘛，三个条件嘛，你总得要去做啊。啊，真有愿，这个愿怎么生的呢？知道这个世界苦，苦不堪言，就知道苦啊。啊，我们才愿意脱离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诱惑的东西太多。啊，财色名食睡五欲六尘的诱惑，知道苦就不受诱惑了。啊，我要想得到这个世间这些享受，自己一定要想想付出多少代价，值得吗？啊，不值得了。纵然在这个世间做了过王了，啊，世间人所说的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你能享受几年？大概历代帝王里头享受最长久的无过于康熙呀。康熙做了61年皇帝，啊，乾隆不敢超过他的祖父，所以做60年，啊，把王位让给他儿子了，啊，自己做了4年太上皇，也就走了。所以你想一想，能享几时？啊，福报享完之后到哪里去了？出不了六道轮回。既然出不了六道轮回，那就可想而知，他一代不如一代。啊，我们讲一世吧，一世不如一世，这是事实啊。这就是你付出的代价了。啊，修多少世的福报才能做一次帝王？啊，一次享尽了，又要沦落多少世？那又何必呢？啊，这是我们要把它看清楚、看明白的。然后世不但世间帝王没有法子诱惑我们，大梵天王、摩西首罗天王也不能够诱惑一个修行人。修行人觉悟了，明白了。啊，世间无量劫不过一弹指而已啊。啊，还是把方向目标确定了，决定回归自信。回归大圆满。自信是大圆满的。世尊在华严里面为我们说的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
我们要把这个找回来，这是本有的，本有一定找得回来。六道跟十法界本来没有啊，这是一场噩梦，噩梦啊，一定可以醒得过来啊，醒来就没有了啊。我们相信真正醒过来，心有余悸啊，六道苦，十法界苦，这做一场噩梦。所以清醒过来不容易啊，真的清醒过来啊，我们很幸运，很不容易听到佛菩萨的教诲啊，了解了事实真相啊，不需要断惑就能证真，这个真是稀有难行之法了啊。极乐的同居它是净土，它不是秽土，所以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就得了三个好处。这三个好处无与伦比。第一个好处，亲闻佛说法，这个是不容易遇到的啊。听什么佛说法呢？给诸舍到极乐世界听报身佛说法啊，在西方极乐世界，三生即是一生，一生即是三生啊，我们在这个世界，纵然跟释迦佛生在同一个时代，有缘见到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是一人化身，你亲自听到啊，化身报身佛跟你说法了。哪有不开悟的道理呢？啊，第二，不推转。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就圆证三不退。啊，所以佛告诉我们呢，生凡圣同居土，下下品往生。也是做阿惟越致菩萨，这多难得了。我们在这个时间不能成就，原因在哪里？进步太少了，退步就太多了，真叫进一步退十步啊！啊，所以不容易成就。第三个，寿命无量啊，西方极乐世界是真正的无量寿啊，不是一个有量的无量寿，是真正的无量寿所以必定在这一生当中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一生当中圆断诸惑，圆满的啊，断见思惑、尘沙惑、无明惑
也就是华严经上说的执着分别妄想全断了啊，圆净四土啊，圆满正德清净四土，一界是四，四界是一，所以生同居就是生上三土啊，同时生上三土，缘生四土啊，啊，这是一生当中圆满成就。我们果然有这个认识啊，有这种认知，怎么能不向往呢？啊，这一生当中能不能得到？能，肯定能得到。问题就是你愿不愿意？啊，这个愿不愿意，你是不是真的认识？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